我们留在福州过年的这些台胞台亲，他们能够在透过这个活动来聚一聚，大家热闹一下，感受一下年的气氛。不管是之前出台的政策，包括现在新的政策，可能相对对于我们来说，都是已经属于比较好的，能够稳定的在这里扎根生存这样子，能够在这里发展这样子。给福建的父老乡亲们拜大年啦！祝大家牛气冲天！